们今天这一台节目呢，可以说是与众不同，因为大多数的演员呢都是习武之人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眉目之间的那股英武之气。嵩山脚下无数中华好男儿，好男儿要志在四方，好男儿要闯出个名堂，好男儿更要成为国家的栋梁。那接下来著名歌手韩磊就要为你唱唱这好男儿，有请韩磊。来到少林寺的时候就早就听说少林拳啊闻名天下，这次来到少林寺看到大门口四个字禅宗祖庭，少林寺就是了不起，中华武学真是博大精深啊，禅是静态的，拳是动态的，少林寺千百年来就是动静合一，禅拳并举啊。是的，说到动与静，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就是这样，有靓丽组合柔美的无伴奏演唱，有少林神武，更有名模婀娜多姿的表演，动静结合，刚柔并进。接下来这曲新牧羊曲将会带给你全新的感觉。
少林寺可以说是威震八方的，河南的姑娘也是美丽大方。这位河南的姑娘，谢谢，我想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认出来了，她就是我国著名的首席名模马艳丽，欢迎你。大家好。艳丽今天回到家里来了，先跟家乡的父老乡亲用家乡话打个招呼吧，好不好？河南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，我是马艳丽，在这给您问好。在这里给您问好。那么马艳丽呢，大家都知道，不仅是现在是国际的名模，而且是服装设计师，而且还在演电影。不管多忙，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常回家看看。对，每一次回家看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享受，也是很大的一个安慰，就是对父母的一种安慰。对，因为他们在家很操劳很操心，那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呢，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经常回家看看，这种感觉我相信是父母最最需要的。是的，那接下来马艳丽就会把一首《常回家看看》献给您，献给我们河南的所有的父母，也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过得很健康很幸福很快乐，也希望你们的子女对你们都很孝顺，谢谢，希望你们给我鼓励。接下来马上就要上场的这些少林小子们，最小的只有6岁啊，可是一双小手上已经有一层厚厚的老茧，让人又佩服又心疼。哎呦，这真是应了那句话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苦练出奇才。对啊，我们向海外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，少林宫啊有一个跟我们日常生活还有关系，就是拎着那个水桶，但是人家的水桶啊跟咱家那不一样，它底下可是圆锥形的，什么目的呢？就是不让你放下，防止你偷懒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苦练成才的少林小子。一条龙不怕
That was just riveting. And now we have a few more awards to give out. Now, we have a lot of students, and they all deserve recognition.在今天我们这个国际少林武术节上呢，还有一位朋友为了参加这个活动呢，今天是专门从瑞典坐飞机赶过来的。那么他曾经演唱过《爱的奉献》，我想大家一定猜出来他是谁了。在一起之交的舞台，我们写下世纪之交的风采，我们迎接世纪之交的到来。大漠孤